我有两个家，一个在广东，一个在重庆。重庆呢，是我出生的地方。耶，重庆，我终于回重庆啦！虽然我在重庆出生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坐过长江火车。哎，对面有车，对面有车。这边是南岸区，我家就是南岸区的。拜拜，长江索道。重庆在我的记忆里呢是灰色的，因为这里总是被雾笼罩着。这里有外公外婆在我耳边唠叨聊天的声音，这里随时都能闻到火锅的味道。如果我没有成为现在的昼夜，可能我会一直留在重庆，说不定我会成为一个美食 UP 主呢。美食 UP 主小野上线喽！老板帮我开一下。如果你要问我重庆哪家火锅最好吃，我会告诉你我家楼下的这家最好吃。但是我今天来呢不是为了吃火锅的，我呢要把我的胃留给我最喜欢吃的重庆味道。不知道我就不走了。这就是我小时候一直在这儿奔跑，在这儿长大的地方，现在都已经变样了呀。这个地方小时候应该是有好几个球，我还经常在这儿拍照。哪边都是我的家呀，麻将房都拆了。以前小时候我跟我姐姐，我们两个就经常坐的那种单轮的滑板车，就围着这里绕圈绕圈绕圈。我现在要去外公外婆的新家啦，一会儿见。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外婆的泡菜坛。那个坛子跑了好久哦？跑了有五六年的得有。这里头有好多个？得多多得很，放到菜板上。你等会儿让外公来切。我最喜欢吃泡菜坨了，泡菜坨炒肉。那个是的，三岁多。三岁多啊，嗯，好乖哦，咦，你好瘦哦，就是长胖了，好乖呀，啊，我小的时候，所以你都要感谢我，我要感谢二姐陪了那么多照片，婆婆，菜来了，哇，只有外公外婆做的泡菜头炒肉才是最好吃的重庆味道，外婆，咦，二姐，外公，回家心愿完成啦，拜拜，我要吃饭啦，吃完了，吃完了。好吃。